哎，哎，阿郎嘞！本片改编自1960年文华大学大人馆情杀事件。哎，这样看起来开头跟苏安榜一样嘛？那我们快速带过，逃，快逃！友谊啊，放了我随手，我们永远在一起吧。啊，擅长擅长。你好像不愿意拍我们娱乐线的班啊？没有没有，主任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上次就说过，是因为演艺圈没几个好东西嘛。我错了吗？哎，同学，我又来找你们。你怎么变成长这样了、啊，同学？哈哈哈！吉吉爷爷又见面了。迷你骷髅玩具。坚信世界的真理是爱与和平。如果可以遍地开满鲜花，为何要选择布满战火？阿仔，你去问元首大大。Das war ein Befehl。教官，我过来给你看。哎呀，年纪大了。老是睡不好啊！不是啊，教官，你不是值班吗？现在困几点诶？哎，醒了就睡不着喽，找点事情做好了。哦，哦，啊，这种事我也常做了，学术研究嘛。嘿，嘿，啊，同学，啊，教官不要。哎哎，哎呦，我真的有这么像鬼哦？我只是捧场给你面子。看到教官您好像蛮资深的。看看那资深的下巴。创始校长徐文雄。嘿，你做很多功课哦。那看板那么大一个。他是个好人啊。哎呀，就是哦，眼睛不太好啊。然后试完板已经说过，但我还是要说，哦、你的眼睛不好啦！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。试完板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说，你想告诉我凶手是谁，就告诉我嘛！你用个脸歪嘴学，只好用 Photoshop 自己把它扭回来了啦。啊！同学不要。老板已经见过你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在错赛啊！黄同学不要，黄同学不要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啊！黄同学要来了！黄同学不要追这么紧嘛！哎呦，黄同学，哎呦，黄同学，黄同学，去除阴气，哇！头看另外一边哈，这是我搞得清楚你的正面反面的哈。给没有啊，我绝对没有在看端端。干嘛？大导演，快去弄你的走位图。我现在走不了啊！No God！ 剧本怨鬼楼。
啊，所以当年大人馆命案的受害者就是校长的女儿，然后他自己要凑合女儿跟凶手认识。吴老做走位图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笑得很诡异。等你发现我精心准备的机关，嘿嘿。哎哎，精心准备的机关。老爸多逗啊！嗯，我听见有人喊呢。仓库那边有奇怪的声音啦。你会怕就让我去看吧。谁会怕？对呀、啊，怕必怕。我男子汉大丈夫，哪会怕？对，听住啊，小姐莫激动啊。你若无想要开门，莫开门啊，小姐。为什么不是我？烦死了，烦死了！啊，我姐妹，我白捡物件。什么姐妹？根本就不需要我。对嘛，什么都没有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靠，你走嘛！再不走，单身一辈子喽！你才单身，你全家都单身呢、啊？你以为我是那种有奶就是娘的人吗？哦 ，Hello， 有人在吗 ？Hello、欸。门怎么关起来了？你还好吗？徐来了，救命啊！驱魔宝典，什么玩意、啊？遇到朋友鬼上身，就呼他巴掌。好玩，好玩。你干嘛欺负人？没有用啊！一巴掌没有用，就来两巴掌。吴老，你醒了！吴老，吴老，你这么有精神，肯定有用啊！电梯开门。传说好像有一台什么回到地狱的电梯，放。我们还是先看看别层楼好了。我没有怕啦，我只是想看看别层楼有没有。上面一位参赛者，请自我介绍。咻，猜猜我在哪？哦，抓到啊哈！你这游戏太简单了。来呀、啊，你还有什么招啊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还我玩嘛！不是啊，这只吓人元素怎么有点弱啊？收集所有宝藏。朋友就住在这里面。我找到了。超可爱的狗狗。需要密码的钥匙，让我看看。弓箭手等于一。One hour later。为什么有看没有懂啊？弓箭手等于一，那 A B C 又代表什么啊 ？Two hours later。啊、那是乘不是等于的哦，所以是弓箭手乘以一数量的哦。吴老，你有在家不？哎呦，哦哦，好长的腿啊！终于不是小鬼，而是女鬼啦，嘿嘿。俗话说，只要胆够大，女鬼放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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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唔通哦，这根本是玩碟仙呐、啊！拜托你，我想当首席，让我变首席。请欣赏由首席演出者李月红带来的演出曲目。
哎、欸，不是还没结束，手不能放开吗？秋夏，你要玩就算了，你规则也看清楚吧。你看会。不是啦！芭蕾鬼习性，保持与鬼怪的距离，在视线范围内暂时不要移动。当鬼怪转头时，可巧妙拉开距离，确保自己的安全。接下来为您准备的是专属首席的沉浸式舞台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管你首席还出去，我先把练练，我回家把我舞爬了，以免造成意外。我没有动啊，这是首席耶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啊啊！手机不要啊！靠，一定会到我面前的。你干？干嘛一直刷我的头发啦？没有，我没有动。好快，没地方退。不行，不要了，我跟你看博啊，我跟你看博啊的。还真的有用啊！Thank you。你都不怕吗？你这么冷静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就算怕也不能怎样啊！要是叔公的电话有通就好了，直接远端驱魔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啊！海乐，喂！哎、欸，海乐，不要不理我啊！我不找女鬼了，你比较香的。中邪，鬼上身！你才鬼上身呢、啊！啊不是啊，我……哎、欸，这鞋子！啊！要、啊、抓住我、啊！内容与相关人名、地名、品名皆为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维力炸酱面，感觉那泡面里面有粉尘。本片感谢大宇资讯与星宇互动娱乐赞助播出。狼兄弟们喜欢也别忘了按赞订阅，还有别忘了留言看更多的女鬼放谈。No!